快游戏，欢迎 C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肉，我是 Teddy。Teddy， 今天我们来玩这个 MC， 是不是啊？还是文言文版啊？对，那个什么啊，这个趁我们这个装甲还没爆，我们赶紧先打凋零。所以现在先要做的事就是刷凋零骷髅头。现在有几个了？一个了，还差两个是吧？就打算打一遍，不是豪放和不是豪放拿房和猥琐拿房都打吗？啊，都行，那能刷到了最好了。我们先去。我找到了凋零骷髅，尽量让你干掉，我没有抢夺。哎呀，上古之海，哎，对，我现在就可以把剑先合出来了，这样可以增加它的耐久，是不是？上古之海怎么弄来着？先烧是吧？烧。shoot。什么玩意儿？小白射我，猎人也射我。OK。玄玉锭一块。为啥不说？你的玄玉锭呢？这不是吗？哦，这是玄玉残片。哦，好的。众所周知，玄玉残片等于玄玉锭。玄玉剑，倚天剑。我看啊，10.5攻击力，原来是9.5，加了才加了一啊。一就不少了。攻速还不变。一就不少了。一物体，玄玉剑。你不刷了，你帮我找找马铃薯吧。我上哪找马铃薯？这你扔的，眼球子都不要了。小黑掉的吧？哦，有人记得冰冻村有马铃薯。是吗？你去看过吗？我好像看过吧。朱玲，你今天能不能刷到三个凋零骷髅头啊？不能。我在怀疑，我先去帮你找上雪村找那个啥去。雪村没有吧？雪村我怎么记得上次我看就那几片田，我还说金子。朱玲，雪村的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有金子。哎，金光大药。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跟朱玲交易就金光大药啊。哎，我不是已经跟你交易了吗？那就休怪我干掉你了。他给了我瓶啥药啊？哦，抗火药。哎，你以前不是跟他交易过吗？对啊。为什么现在才得金光大药？为啥现在才要呢？要切克闹呢？这是马铃薯吗？挖了就知道了。nice， 多挖点。啊，我把我玄玉剑扔了。我只把熟了的挖了。小春明的声音。快来吃马铃薯，我给你带过去吧。顺便我也得去，我得去地狱里面继续炸我的残骸去。你还炸？你不是有玄玉剑吗？不是还有一个爱的奉献那个成就吗？搞啊！啊，你管它叫爱的奉献？应该叫啥？终极奉献。啊，终极奉献。谁手？哎呦我天，这小黑太惨了，他一出门正好铁傀儡守在这儿。直接给他撩死。哎呦我天，我得救铁傀儡了，铁傀儡又要废了，我得救他，我不救他谁救他。三铁块慷慨。三铁块，反正你那个耐久多，你拿我这把剑去刷。啊，行，先把东西，先把吃的给我。马铃薯四个，快给。那我们俩临时换一下剑不就行了。哎，这把好剑呢。我去刷凋零骷髅头，然后你拿去了吗？我拿到了。你去，刚才我是要干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我要去炸远古残骸啊，完成爱的奉献。哎，春明，老乡，你怎么到这里面来了？这点跑酷还用这么紧张？哎呀，我天，他下来了！地狱战斗就是这么刺激，慢慢适应吧。快磕包辣条，哎，让我饥饿一波。果然很刺激！哇，怎么这么多那个凋零骷髅啊？有很多吗？应该有小黑。不是有很多，有茫茫多。我饥饿效果过了，怎么下去比较安全？你最好把炼人的笼子先给弄掉啊！我这不太敢下去啊，这么多，我下去有点作死啊，说实话。我都这么跳下去过几百遍了，你自己跳吧。你要实在害怕，一个梦影就传下去也是可耻的。我不是怕摔，我是怕被劈。哎呀，被劈算个啥？练的人的龙在哪儿啊？我也不记得，反正我看见。小黑，我看你了吗？你怎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走过来？地狱堡垒刷，
凋零骷髅不是很方便，因为它浸在这种犄角旮旯里，就这一片了，你想要再找一片也不容易。王大活出家，我天，我这射术越来越好了。哎呀，这么远距离我也干掉过，百发百中。突然不准了呢，太远了。那个恶魂没看见我，射得太远了。那个刷怪龙在那儿，我得必须拼死过去先取下刷怪龙。我来啦！哇，多少啊？这是？啊，猎人的刷怪龙没法被火把封印吗？我用火把封过。这就是你封的那个。对。哎，我天！像下雨一样朝我发射，是不是还有一个？这都不掉兔肉。是不是还有一个刷怪龙啊？哎，那就是还有一个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还有一个。啊，先干掉他吧！啊，战！哎，啊！沙漠神庙！你找到沙漠神庙，你的附魔金有戏了。我只能说，哇，天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露头的？还真是，还有白。我看是不是还有一个龙？刚才这有一大堆。对，在这种地方刷凋零骷髅比较方便，大平台。这地方我坐标我一定要。哇，肯定还有个龙，哎，太刺激了！我先回去歇会儿，扎打我了。我那边也在飞火球，到处都在飞火球啊。海带要怎么合成干海带啊？你看看你的合成书吧。普通杯。哎呦我天！一箭射死了。啊，没有。海带怎么能干海带？真是。海带咋能成干海带呀，各位？烧烤。烧烤。吃烧烤啊。吃烧烤我是不拒绝的。撒飞。巴扎黑。巴扎黑。哎呦我天。这栏杆还能给我挡住。哎呦我天，栏杆又挡住了。跳出来。哦，干掉。这个跳狙不错，但是这上面怎么上呢？路都被封死了，感觉。为何一只兔子也没有？哎呦我看见他了！你还想拿弓射死他？我以为他是凋零骷髅。你凋零，他凋零骷髅，你也不应该拿弓射他呀。我不是第一反应吗？他还在找我寻仇吗？果然在。好。又完成了一个，然后，哎呀，来了，又抹得掉。我已经27个了，总共40个，已经过一半了。哦，这还有一个，我感觉就是你了，别摔死了。让我想一想啊，好像也抹得。还有什么？金苹果还没吃，然后关于蜂蜜的那些还没吃。我调整到看关于蜂蜜的都有啥。吃过，哎呦呦，我也不吃，不是，这都命中我了。蜘蛛眼也能吃。胡萝卜吃没吃过来着？真是气死我了。吃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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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过。甜菜根，还有甜菜汤。哪个村子种甜菜了？我看了谁了吗？啊！我不想跟你们战斗啊！哪个村种甜菜了吗？好，知道。嗯，我的一生之敌，我干咋丢了？哦，干掉。没还有。哦，吃了河豚就会浑身摇摆了。啊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看来是。今天要一个头都刷不到，那也太惨了。不过也有可能，因为我根本就没碰到几个凋零骷髅。哦，看见一只。朋友，这次不要刷掉了，我的朋友 ，my friend， hi my friend， 我们到平坦的地方，避免你摔下去 ，my friend， 没的 ，my friend， 我的朋友，你是他到底有没有抢夺三呢？夺三阶确实是有抢夺三，为什么就是不掉呢？哎。好像干掉了，耶！听声音是还有啊，扎在脸上，
讨厌猎人了。哎，我天，又有哪有我的好朋友，这是我的一生之朋友。我要朝创造修补一下了。你修补一下吧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哇，哎哎，那上面，哇，那上面全是我的好朋友。对对对，我怎么上去？好朋友们在那等我。好朋友蜘蛛，寄居快乐。哎，我吸引好朋友掉下来不就行了？我不就可以？他们不会掉下来的。他们不会摔下来吗？我记得不会。啊，会，差点摔死他。又摔下来一个。蜘蛛眼睛的可以吃，吃了啊中毒。我又听见我的一声之敌的声音了。不在的一生之敌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地狱最上面说种一棵树能把上面的鸡眼顶开，这个事还有吗？有，可以再修。我看，哎，这跟我差不多了，算了。你的头那儿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开挂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头没掉。是不是开挂了？不是，我就一直没人打到我的头呗，不正常吗？不正常。像我这么神的走位，想打到我的头很难的。用一把截肢杀手的剑。想当年掉的那个凋零骷髅头还是我刷的呢。我用个截肢杀手的剑刷了好久，一直不掉。后来换了一把才开始用的。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儿吗？当然记得。我刷的有多痛苦啊！那个时候。河豚家里应该有吧？有吗？我之前钓到过。都钓这么半天。你各种箱子翻一翻吧。我河豚应该是没有吃掉。你还想到河豚能吃？我不信你有这么聪明。哦，朋友 ，my friend， 这不要从这跳！哎，对，从这跳！哎，我天，我的朋友从哪跳了？我得先干掉这个朋友，要不然他会捣乱。然后我的朋友，我天，他来了，回头不是朋友啊，他来了你跑啥呀？掉没？没有。阿三回去。来吃河豚。饿什么玩意儿？反胃中毒，饥饿，这河豚也太妙了吧！河豚按道理说应该是你能直接死的。根据如果是按照现实来说的话，一只河豚的毒素可以毒死30个人。你吃掉了一整只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死30遍。没毛病，这个中毒一直在持续，我看还好，中毒不死人。哇哦，哇哦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在这儿有一个。哟，这又有，哇，这会儿刷到的好多。哎，不是我居然。还没掉，哪才有？哦，我的头有经验修补，灵将。我还得留着点护甲的耐久去炸最后一本那个爱的奉献呢，还有点难度。哎，哎呀，生存必备。哎，不行，我不想跟你玩。一看就是从你揍卡过来的，还分裂了，不理他了。哎呀，这都没跳上去。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吃的了。我就18个面包，你不用来找我。我申请回家啊！快跑！你在干嘛？我在扣戒指。扣戒指干嘛？吃鱼啊。吃鱼啊！我已经吃了30种了，还差10种。My friend， 你过来好吗？我这过去有点困难。哎 ，my friend， 你怎么还走了呢？快过个弯哦，上面有。黑夜银刷怪龙。跳劈，两下都劈不死啊！再来个这个，然后在他刷出来下一个之前，啪叽干掉。你把冰霜行者先拖下来。哎，这不金鱼吗？角金鱼吗？这不是？你看这配色是不是角金鱼？这存档是不是出 bug 了？凋零骷髅头掉过一个呀，限定只掉一个，跑不动了，我已经没办法急跑了。掉吧。哎，这不有个夺二阶吗？对，抢夺二。再放上一个抢夺二吧，再附上一个抢夺二，我们俩都去啊，不是有火焰是吧？关键是，而且那个是要往三叉戟上过的。没看见啊？你要什么来着？经验修补。
溪流或溢支。溪流是肯定就是激流，激流是什么呀？也是三叉戟。三叉戟上的。溢支呢？溢支不知道啊。经验修补在附魔台上附不到。哦，溪流或更多的意思啊，就是最少附到一个溪流，也有可能再附到别的的意思啊。的哎，甜菜叫一祖母绿，哎，一般反着也有啊。面包，现在这些村庄都好大呀，我记得以前老版本里面村庄都很小。哎，开始有蜂蜜了，